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今天大盘重挫了将近300点了，好，不过也可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哦，今天这个强势股哦还是蛮多的，但是呢，千金股反而倒一片了，几乎全倒了，哦，所以我这边压这个标压全军覆没嘛，好，那当然，对于现在很多投资人心在想说啊，反正我买不起千金股嘛，跟我没关系嘛。对不对？一定很多人这么想嘛？啊，周老师，你买个讲千金股啊，我都买不起，跟我都无关系嘛。你都给我安尼，你都给我这电力始祖的货啊，对不？你看我们今天电力始祖是涨停板的，我今天先不开牌。好、哦，我今天先不开牌，反而今天华晨是弱的哦。哦，我们今天先不开牌，我说过嘛。为什么我们要先去做这个跟电力相关的嘛？为什么今天这一档电力始祖会这么强？两个富爸爸加持嘛，一个士林电机，一个这个亚力电机嘛，一个亚力，一个士电嘛，对不？所以跟他讲涨停板我也不意外了。虽然说今天哦，你看到的这个华晨差2块钱就上千块了哦，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像今天包括像什么士电也没有很强，亚力还好一点，哦，这个亚力还好一点点，哦，还好一点点啊，哦，还好一点点啊，哦，但是这不是重点啊。重点就在于说，这一些电力股、这些重电股，它能不能把他们其他的一些比较中下游的这些类股把它带起来嘛？所以上个星期我跟他提到过嘛，华晨能做的，他也能做啊。华晨都飙到快1000了，也没道理说这档电力始祖哈，无需要冲起来，好，无需要那喷起来哈。所以说这边恭喜，好，已经知道这档电力始祖你赚到的，我今天先不开牌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在今天涨停板的股票里面了，啊。哦，就在今天涨停板股票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猜了哈，哦。那想知道的也没关系，加入赖好友一样，今天告诉你这一档电力始祖的股票是哪一档，好，哦，还有空间哦，阿北 K 帅了，哦，阿北 K 帅，就冲只有两个富爸爸的价值了，哦，价值好。那当然，因为今天千金股比较弱了，哦，所以我今天要来跟他聊一下千金股的部分。那当然啦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啊，我买不起啊，你讲今嘛跟我讲这一支这四星，我买不起啊。那我们今天聊千金股的意义在哪里？我这边跟大家直接下一个断言，好，听清楚哦。现在指数多少？今天大跌将近300点，对不对？今天大盘是带跳空缺口的哦，今天是正带跳空缺口，这应该算是这一波以来啊，出现一个最明显的往下跳空的缺口。之前在大涨之前，从这个17000上来之前，完全都没有出现一模的情形，完全没有，这一波都没有。你看，从今年1月份一路大涨到最高20000点，大涨这3000点的过程之中，你有看到大盘往下跌的时候是带缺口了吗？没有，这里纵使跌，这里也没有出现缺口，这里也没有。今天是最明显的一个跳空缺口。也许你心里在想说：“啊，国家什么关系？我只要这的话，我只要这的话。”对啦，当然对很多投资人来讲哦，他只关心的是他股票会不会涨嘛。但是今天，如果你略重指数的人来讲的话，我告诉大家好了，千金股如果不止跌哦，你买搞个行情要贵两万啦，要两万起来是不可能的代志啦。你看哦，今天最低多少了？20449。好，我跟你讲哦，如果千金股还是这么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20000点是守不住的。你不要指望光靠一档台积电可以把指数撑住，那是不可能的啦。那为什么千金股这么重要？我之前节目上不是常讲吗？今天买得起一张200万、买得起一张100万股票的人，你觉得他是什么身份？菜市场买菜的妈妈吗？好了，也许菜市场去菜篮子的妈妈，她的确有千万的资金，这种人也是有啦，但毕竟不多嘛。你要去想，你看到以市信来讲，今天成交量2800多张，你用2700块去乘好了，今天这样光今天进去买市信的人，对不？叫做降多少租金吗？那你说这些人买来亏，也不太合理，对不对？你明知道四星还没有正式落底，开有人在扣的话，以最近四星的成交量来看的话，大家去看，你看哦，这一天要有3800张，
上个星期五还有4176张，你说有人会笨到每天去接这个在破底的股票，然后买来给自己亏吗？哎、欸，买你3000块，摸到今天你已经了多少啊？更不要说你买更高的，听起来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笨的人吗？可是我们应该反另外去思考，那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笨，去买这个千金股来赔钱，对吧？我们另类换个角度去想吧。反观你自己嘛，好，我让将心比心，假设你现在去买房子好了，好，假设现在台湾有一个地方的房地产是在跌的，但是你不怕死，你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你肯定是看好这个地方未来的发展嘛。同理可证嘛，对不？人气我取嘛，你弄不完弄好哇，弄你弄不完弄好哇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他讲的就是说，也许现在你会觉得说，我现在聊千金股真的很无聊，哇，没北气啊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今天中指数的，好，如果你今天觉得台股它20000点是铁板价不会破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波比千金股麦克罗啊。只要千金股还在跌的话，我告诉你，20000点它是守不住的啦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重点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大家懂吗？你要低接，或者是你手上有的停损，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。我相信讲到千金股，上个礼拜我也跟他提到过。你看今天力旺也很弱，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跟他提到过？我们力旺哈，我们是先出啦。当时温馨出来、哦、我这边跟他提到过嘛，我们立方是先出的啦、哦、是先出掉的、哦、是先把它出掉的。出掉的原因也很简单，不是说我看坏它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不是说我把它看坏，而是说今天有些股票在它还没有完全正式落底之前，先低买高卖做价差嘛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哦，低买百分给它出掉哦，跌没摆，好、哦，上礼拜先出嘛，好、哦，先出嘛，先避开它回跌的这一段嘛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无外斗笠跌嘛，自然有我的道理在嘛。我今天会把股票卖了，一定有我的道理在的嘛。来，你看哦，来，4月8号那一天，我们看到2640，在这里嘛。你先出拉回第一阶反弹再出，那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看起来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当然除了为了要赚价差之外，最主要就是要先避开最近大盘的不确定性嘛。哎、欸，我当下当做股票，他买一个大盘，对不？啊，把它考量进去，你听，大家听我意思不？而不是说。哦，你今天看到今天大盘大跌，好、哦，今天来变下这些涨停板的股票，那我问你，那万一明天这些都跌嘞？万一明天你看到这些红彤彤的这边，就明天都跌嘞？啊，你不就呕死了？你不就后悔今天去追它了？所以当你讲损失的这些道理，大家听好意思哦。就比如说今天为什么要跟他聊千金股？就像我刚才讲的嘛，买去一张百几万的股票，200万的股票。我相信买得起这些股票的人，他绝对不是，他绝对不可能是那种资金只有一二十万的人嘛。你跟他十万那边啊，那边四星，你跟他二十万那边那边利旺，不可能嘛。你就算融资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也不够啊。所以站在这些资金大的人的想法，他的立场去想，为什么这些千金股拉回我要接？我刚不是给他举例了嘛？你看，我们讲四星就好了。怕的哎，你看大家那么量哎，谁在买？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说这好笨哦，那他在戆啊，租3500几块家，梦啊，今仔日干嘛？今仔存2000，今天你要十几，今天你要了100万里啊呢，对不？买在3500的，到今天2700，你看今天快多少了？亏掉多少钱了？但是人家还是在接，我看了不？为什么？你说他傻吗？还是他们不看盘呢、啊？反正我在国外游山玩水，我管他，反正买就对了，对不对？老娘户头里面有的是钱，几亿在等没差。
你说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笨的人吗？也许有，但是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全部吧。你看哦，这个月又有几档 ETF 要发行，什么00946、948、949。那我问你，这些现在把钱投入去买 ETF 的人，现在募集资金的这些券商、这些投信，对不对？他要买什么？你说叫他去买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吗？我跟你讲，可能性不大啦。我相信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入不了这一些投信的眼啊，卖搞骗啊，不可能啊！你去看00939跟00940里面的持股就知道了嘛，几乎一半以上都是那卖公董、那卖公小型股，大部分都是全职股哎。那你说这一些新募的资金，他有没有可能把钱拿去买千金股？我不能在那边跟你讲一定会买，所以我今天当然啦，看我节目久就知道嘛，我几乎天天会跟你们聊千金股，几乎没有一天不聊的。好，我们光给那有操作，像我今天没操作了，好，我今天也没有做低阶，我也没卖，因为几乎上礼拜都卖掉了，好，几乎上礼拜都卖掉了。那我现在等什么？我怎么在等啥？我的单子嘛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我怎么的单子啊？也许你觉得我的棒风吹，也许你觉得我在崩鬼鬼，老干呢？怪巧的吗？对不对？买这个不被骂死才怪，买这个不被骂死才怪。跟这个去比，大家嘛要爱这一点不？我相信大家都要这个啊！哇，上好我的股票，大家都像安尼。有啊，我有啊，我哪会无？电力十足啊，我哪会无？要开牌吗？不要，我今天不想开了，对不？我讲得很清楚啊，他有三个大股东嘛，另外一个股东是那个，哦，那个政府单位，那个我们不能算，因为政府单位不能拿来炒股票嘛。可是有他们两个人的加持之下，这个涨停板意外吗？我不觉得意外耶。按理来讲，你看哦，我今天如果要做生意的话，我应该好好来聊聊这个电力十足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你看每个老师都这样啊，哇，股票涨停板了，开始滚啊，开始讲啊，对不？哎，我没有哎，我今天反而跟你们聊最弱的啊，好弱，破的，力旺哦也好弱啊，讲不下去啊，讲不下去啊，创意更弱。这个也弱，我今天坐在那边跟你聊一些弱势股要干嘛？就为了吃饱太闲啊！我要跟他讲的是一个机会点嘛，还听不懂我意思吗？当一堆人，对不对？一窝蜂在追捧某些类股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反过来去想？大盘跌了快300点了，如果明天又跌300点呢？我跟你讲，2万点都守不住喽。道琼破季线了，我提醒一下大家，道琼破季线了。现在只剩费半在撑哦。那你说大盘有没有可能跟着道琼一起破季线？你别再公布这些 calling 哦。我不是要吓大家，我不是要给你恐慌，不是哦，我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盘现在高价股止不住的话，你不要指望两万点它撑得住。那如果两万点撑不住，那你说大盘破季线，那能有什么？这有什么？道琼都破啦、啊。你别忘记台股也是跟着道琼涨的哎、欸，那道琼都破季线了，你说台股能撑到哪一天？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了、啊、看盘。你看行情，的确，我认为去欣赏这些强势股有它的必要性，因为我也有。好、哦，外股票今天有两支涨停板了，但是我写一档就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我不想要用涨停板来跟你们聊。啊，你也无谈的无买到，讲那些是有效，
对不？但是你想要见证的，你别再讲，哼，啊，周鸿啊，唔知是讲进来讲给，我要见到你来见证啊。哇，你讲，我还是一样可以告诉你，今天这是哪一档了。我明天开牌，我今天不想开，我明天再开好了。好，反正明天我们开了牌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个两大富爸爸这是到底是哪一档，明天再来开好了。我说过，我今天两只涨停板，但是我今天不想开，我今天不想聊。因为在我的规划里面，我更关心的就是，如果大盘修正，万一负像道琼一样破季线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股票啊？所以今天我车标要写嘛，千金股啊，全军覆没啊，每趟这红鹅楼你知无？真的没办法、啊，对不？对啊，我可以好好的来讲这一档啊啊、哦，我呢电力十足啊，强度啊强，你看你无买啊，恁后悔啊，今天对不？早盘买还够平盘，然后买现弹一支涨停板啊，对不？哇赞都哇赞，哇熬都哇熬啊，我也可以这样子演啊，我也可以这样讲啊，把另外一支涨停板拿出来讲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黄金右脚的一档嘛，啊，今天涨停板嘛，创新高嘛，我也可以这样讲啊。哪个老师笨到说手上股票涨停板不拿出来做生意的，对不？叫你跟我写安内嘛，但是我不要啊，因为我要让大家了解到，就是说，你做股票吼，不是说你满脑子都去追逐这些强势的股票，大家懂回事吧？很多股票都冲上去了，我随便举个例啦，你看这个雷虎好了，对不？涨停板创新高啊，啊你哪咪想讲啊降糖啊涨一倍？对不？阿贝里家人生多美好，对不对？明天会更好，天天会很好。关键在这里吧。所以我今麦在跟你讲的代志是啥？你知无？亲爱的主编，我今麦在讲的代志是你家的代志。大家听好我无？我今麦在跟你讲的代志是你咧发生你家的代志，不是你家的代志。听得懂吗？我今天在跟你们聊千金股是在这里的事情，而不是在这里的事情。因为我站着角度跟你们是不一样的、啊，我现在站的角度跟你们是不一样的、啊，你大家听好不？角度不同啊。也许你会觉得说，今天千金股这么弱，提出来讲要创啥？你看破底。这么弱，又破创新低，说这个有意义？意义很大。我再讲一遍，就跟你们去一窝蜂买00940的道理是一样嘛。也许那个销售人员，对不对？柜台那些妹妹长得还算可以的，哇，给你灌个迷汤啊！我得买啊！啊，到定存，好，我来买500万，改提来买。无钱的，我去我厝两间厝，无摕来压好啊，我摕去压，很多啊，00940不是很多人去买吗？我的500块，买500块买晒，反正一股10000而已嘛，对不？一张一万嘛。所以，不管他如何去给你游说，哇，我们是强调高配股、高配息、高成长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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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他用任何理由去告诉你嘛，这些钱还是进来买股票啊，不是吗？难不成你去买00939、00940，钱被银行拿走了吗？被投信拿去花了吗？没嘛！我钱收到了，我隔天也是要砸到股市里面去啊！所以紧接着后面再发行的这些什么00946，哦，或者是群益发的、野村发的，我不管嘛，管他代码几号嘛。王孟理耶，他预计要募2000亿，这2000亿难不成会烧掉吗？棒会烧掉吗？没可能嘛，还没收金抓，对不？钱还是要到股市啊。那我问大家好了，这些钱进来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去买雷虎这种股票吗？可能性不大吧。你觉得他会去买什么嘉龙这一些吗？几率也不大吧。他最后这些钱还是要回去买什么？买你看到的这一些嘛，阿力大家听我的意思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花这么长的时间跟你聊千金股，对不？
照理讲，我今天可以好好跟你聊，哇，我的电力十足，涨停板多美好，多美好。那周老师哇哦，哇厉害，对不？我偏不讲，你们自己体会。反正你加赖好友的，有拿到电力十足的，你知道是哪一档，恭喜你，你就赚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是在于说，千金股的部分你千万不能忽视哦，千万不能忽视，即使你买不起，对不？即使你资金买不起，你不能当成不认识这些股票啊，因为这些股票都是非常重量级的股票啊。四星不创新高，台股怎么能够攻18000？大家去想这个道理就好啦。进广告，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很有限，如果你的资金够大的，也不用多啦，500万以上的。如果你也希望能够从千金股里面可以赚得到钱的话，我直接挑明的讲，机会快来了。但是你不要问我是哪一档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问我到底我们接下来要先买哪一档，因为股票跌下来了嘛，股票跌下来了，股票但跌下来，当然最佳买点它就会浮现啊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一些套牢在4000多块四星的人，对不？假设很不幸，真的有人套牢在4500，现在看他存2000，你可以想象这些人他心里面肯定很难受的啦。哇，但你几天会撩撩要能八百里啊，对不？他心里面他肯定很难受的嘛。但是对于空手的人来讲的话，哼哼，他会去在乎那些套在4500的人吗？我这么讲好了，假设我要买四星好了。对于我来讲，我图的就是什么？打个电话一数好不好？我会去在乎那些套在高达的人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又没套在这里。我们反而是干嘛？拉回干嘛？等着捡便宜啊！所以我刚刚不是跟他提到过吗？这几天跳下去买四星的人，你要讲一讲吗？好像很笨哦。3500啊，买也是了钱；3000块买也是了钱，是了钱啦，啊也是了啊，很笨，对不对？真的笨的人不一定是他们哦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有钱人的想法哦，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呐，但是我点到为止了哈，
所以反正我就是告诉大家，反正你如果资金够的，好，你想要跟着周老师一起操作千金股的话，好不好？最佳买点，你可不可以来啊？好啊吧，好。那如果说今天你是冲着电力十足而来的，来，我也非常欢迎你。电买百利博来提，你想要验证的嘛，不要紧啊。哦，买买买，那是在你个人啊。股票我会给你，好，股票我会分享给你。也许你半信半疑啊，你可能觉得说，啊，今天落被三百点，金价涨停板吗？啊，就真的有啊。你看今天台面上有电的才几档而已，这对有的嘛，这我绝对不是乱我白讲的嘛，对不？上个礼拜我都讲得很清楚啦，有富爸爸的加持，有市电的加持，有亚力的加持，它变标股，你们觉得有什么好意外的？市电都能标了，对不对？亚力都能标了，凭什么他富爸爸加持下的股票不会标？所以哈、哦，那个验证的，包括基金。一样，今天分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开盘，我们明天开盘。好，那千金股的部分呢？好，有兴趣的也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或来电洽询，好，跟朱老师做交流。节目中一直说的投资有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